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非常高兴啊，今天来参加我们清水村李妮多阿公子的结婚喜宴。那我来清水村已经住了十几年了，今天是我们清水村的喜事啊！看到在座的都是街坊邻居啊，左邻右舍啊，亲朋好友都来参加今天的喜宴，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！那新南逸轩啊，是我们地区啊一个实实在在非常有为的青年啊，现在服务于我们珠山电厂啊。今天你看他这个一表人才啊，帅哥美女啊，真是天生的一对啊！在这里，我代表所有的亲朋好友，祝福他们两位啊，就是白首偕老，永浴爱河，也祝福他们明年早生贵子啊。那明说明说啊，平常啊，我剪头发都是请您说帮忙剪头发，看他都很忙啊，去了都忙里忙外。现在娶一个媳妇啊，作为一个白首，一定是非常的高兴。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